两小无猜，亲密无间，把这些话放在沙姨和马老身上实在适合不过了。他们之间现在对性是有一种萌芽的状态，但是没有冲动的一个过程。他们彼此在喜欢着对方，他们也不知道爱情是怎么表达，他们只有通过眼睛的传情和肢体动作的传爱来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意。每天早上放出来的时候，沙姨表现得非常热情，而马老呢也表现得非常的迎合。他们是天上的一双，地上的一对，他们是现实版当中的牛郎与织女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代翘小子那是十代翘子孙呐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到了他们青春期的时候，你说沙姨会不会去喜欢马老？马老愿不愿意接受沙姨对他的爱？我时常在猜想，爱情对于他们上来说永远都是一个空白体，他们永远都是处于空白的一个状态。